放下自在会不会大热门呢？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九场三班千四米的赛事准备好，呢一起步超越时空慢啦，咁前面快嘅马呢，咁见到中间位置彩福啦，放下自在啦，中间美丽王者啊，响外边笑眼光，太阳起起最出快无极啊，马林中间仲有旅游仁义啦，再后面嗰阵啦，小奇妙同埋超甜橙啊，尾四快乐联盟，尾三贴咗栏啦，黄衫川河宝区啊，暂时电流两匹马，有呢只风翼线同埋超越时空啊。好啦，过咗一千米嘅段处，笑眼光走中间啊，占先，内栏呢就美丽王者啊，外边快无极啊，第三位，内栏第四位就放下自在，中间第五位仲有彩福啦，外边大面箍有遮挡我，三搭第六位咧就是、太阳起起啊，跟住个第七内栏位置仲有旅游仁义啊，中间咧就侥幸啦红衫嘅，外边系超甜橙，数后啲嘅马啦，先有呢只咧就小奇妙快乐联盟啊，尾三川河宝区黄衫嘅，后啲嘅马啦，先有超越时空啊，风翼前嗰啲马，好你入正最后直路咯喎，笑眼光走中间占先啊，咁啊见到埋边位置有美丽王者啊，埋边咧放下自在塞车冇位啊，因为中间彩福一路顶住佢啊，但反而外边咧太阳起起无挤无阻上紧嚟，马林中间川河宝区亦都上紧，大外当旅游仁义兜到嚟最后二百米啦，埋边美丽王者，外边旅游仁义一鼓作气上紧嚟，再喺中档位置太阳起起，入边位置咧仲有川河宝区彩福接近咗添，旅游仁义赢啊，第二名就好接近啦，川河宝区啦，入边美丽王者啦，两匹马都近喎，咁啊结果咧就反而真系唔快可能啊。睇下段速快唔快啦，外边冚嘅马冇塞咧，就反而好啲。旅游仁义临尾独赢 7.4 倍啊！第二名川河宝区，第三咧美丽王者嘅机会高。旅游仁义临尾落飞落到74蚊，帮高柏新起个孖啦，大运财旅游仁义啊！川河宝区咁啊攞位又好似有啲唔系好果断咁样，但系临尾都立翻条 Q 啦。美丽王者第三、第四咧。都好似是彩福喎，睇下彩福定是太阳起起啦。而家十二系紧噶啦，一二条 Q 有17倍嘅。落多飞啊！只旅游仁义，高柏新呢排赢翻马啦咁啊！翻到嚟睇下第四名张相啦，中间嗰个彩福啊，都是垫线先嘅。开边太阳起起都是继续赢住埋边嗰只放下自在嘅。睇月嘅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二号嘅旅游仁义啊，独赢落到74.5，位置派24蚊。跑第二名一号嘅川河宝区啊，位置派18.5。跑第三名12号美丽王者，位置派60蚊5毫。连赢位一搭二派179蚊。三门彩二号、一号、十二号派7,943蚊。单二派1,297蚊。位置 Q 一搭二派67蚊，二搭十二派263.5，一搭十二派266蚊。跑第四名系三号嘅彩福。一对重磅马，是啊，组合独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是 A 二的隔夜半热门派19蚊，又跳翻去，系真的不停单跳，系冇计啦。川河宝区其实佢就本身比较细粒啲嘅，1000磅左右嘅马，咁但系以佢嗰啲二班值，谂住落嚟呢一场都有得杀啦，咁但系就遇到呢一只旅游仁义，今日抽翻好嘅档位，亦都赢得轻松啦。跟住美丽王者真系。个外观上即系讲啲模式咧好翻啲咧，咁其实而家开始有啲嘢睇下，咁大家亦都可以跟进，同埋佢又甩咗眼罩咧，咁长咁亦都可系咯，佢换咗个跑法，系啦，呢个系最关键。甩咗眼罩摆喺前面走咧，似乎都有啲嘢睇下咯，咁都可以留意。好啦，高柏新，唉，赢开继续有啊，下住有伟达。伟达今日都两边噶，打四连晚啦，派2,386蚊。四重彩系派58,971蚊。好，翻嚟复榜。睇下巡台影片啦。
一起步咁啊，挨挨嘅喺川河堡区啦，咁啊稍微有啲再慢啲噶啦，佢哋快乐联盟都唔快啊。好啦，咁前面走嘅，我哋见到咦冇人喎、啊，系咁望，系咁望望咁啊，然之后啊，美丽王者梁家俊话：你哋唔走，我试下走前啲啦。笑眼光拍住佢，海面系惨啦，快无极噶，咁啊一路都望空。第二集我哋先见翻放下自在同埋彩福啦，海面太阳起起喺个三搭嘅，再数入去就侥幸，然之后入边系旅游人意。然之后超甜橙喺开边嘅第三搭啦，橙帽嗰只啦，入边嗰只就小奇妙啊，咁啊夹住快乐联盟，川河堡区热门嚟噶，咁啊但系而家喺个尾三嘅位置啫，后面就系嗰对九廿九倍马啦，风翼善同埋超越时空。大致上嗰啲热门啲即系走位都冇乜太大嘅问题啊，放下自在啦，太阳气都望空晒骑嘅，但系千二上千四咯，系啦，嗱旅游人嘅转咗出去噶啦。咁但系就呢度都未望空，要再移出去。潘顿嗰个川河堡区咧就攞到呢个位，笑眼光同埋彩福中间吓，但系就吱吱作作咁样样啦，又唔系话好大力咁样压出嚟啊。咁如果唔系呢个第二就冇咁问嘅。太阳起系咪真系真情二百临咗几步啊？唔够咧咁，放下自在一再证明话俾你知佢唔叻。福榜完毕噶啦，派彩作实。哇，嗰只幸运如意都好重过关飞啦。位置 Q 一搭二派六十七蚊，二搭十二派二百六十三，九半一搭十二派二百六十六蚊。组合独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 A 二嘅半热门派十九蚊，系啦，隔夜半热门日。四连环咧就派二千三百八十六蚊。四重彩派58,971元，孖宝八长一九长二，中正派188.5，八长一九长一，安米奖派17元。分段时间少少偏快啦，13:05.61秒4823秒22，末段13:28，总时间1:21.54，总时间系快于标准时间6:06。